崩溃，这种经济体崩溃，经得起产业建立起，甚至但是政治体的主体仍然是共产党领导。共产党是有绝对权，不准监督，不得挑战。在这个情况下，经济界跟到底是谁？哎，这两公约 A 条线有没有？好啊，纽约三五人，我敬你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。李道生，我给听哪个？现在觉得有一种相声。这一看，历史总结的悲剧啊！怎么？我讲电话给他们了。谁？讲电话。哎，我他讲。